前晚 Eason 同 Joey 因为拍广告而要揸电单车，全副武装几神气啊！不过拍摄嘅地点系喺路中心，有好多车来来往往都几危险噶，连 Joey 都要充当交通警察指挥交通，睇见咁啊真系几牙烟啊！不过最惊嘅唔系繁忙嘅交通，而系如果两个都冇电单车牌。不过佢哋都好乖，只系作下状啫，冇犯法噶。其实而家好多艺人都话考电单车牌啊，不过 Joey 嘅妈咪话唔准噃。我谂过嘅，因为我谂过学绵羊仔，因为绵羊仔慢噶嘛。咁但系佢话你慢啫，可能路上面有好多快嘅车噶嘛，所以都唔赞成咯。Eason 话知道自己冇牌，所以唔会乱嚟。佢话作状啫，唔使惊嘅。基本上架车系冇喐到嘅，我系冇喐嘅，系唔会拍喐嘅。亦都唔系我亦唔需要去去揸佢咯。但系如果就算真系揸佢，我谂架车。即係都會夠馬力去退，所以係咯。咁你本身有冇再肥姐都再到嘅其實。